自顾及，因为它是一场只为遇到你的旅行。这四季如此安静，像为了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再聚，那么每个分离不过是等待的练习，多久都愿意。如果所有的忘记都是天各一方人为心，那么被遗失的心值得穷尽美食的光阴来相聚。